我哋啲車咧，通常有，如果好耐都一公升嘅水，要50-40萬，即係，即係我升咗50-40萬，啲水一架車，咁佢循環再用嘅，有人留意右手邊，係啊，呢啲係廢物嘅回收，咁啊，佢可以走啲嘢喺啱嘅啫，佢就會有啲環保公司嚟，我可以走，好嘢咯，呢度係新界東咯，即係沙田新界東咁咯，要分開啊，九龍西啊，九龍西。 右手邊嗰度係零件，零件收處理零件嘅。係啊，柏麗灣都有㗎。嗱，第一條線同第二條線，係咪有四個藍色箱嗰度啊？係喎。嗰啲係 check 俾你㗎，睇唔睇到？ 嗱，呢度係主藏零件嘅。嗱，呢度望到係仲係維修接貨嘅喎，喺度，喺度。係啊。啲工程車呢啲，喺工程車嚟嘅。 喺左右手邊，陣間留意下望望到呢架站長車，係啊，唔係叫站長，谷拆巡邏車，電動巡邏車，同埋有電單車有嘅，啲寶馬啊，成嘅用下邊用電子啊。 電車而家你用電車㗎啦，香港電車電動巴士今年嘅6月後啊，唔知幾時有，應該應該仲啊訂咗60架貨，商場啊，電子巴士商場而家行緊㗎，有啲六飛，你見過未啊？你睇下，係啊，喺香港巴有啊，你架爛曬，六巴叫六巴。 价冇够啦，有冇啊？而家都有。嗱，呢啲行行埋啲零件系好多啊，睇唔睇？但系最后取嗰度系呢一度。 呢度，周上嘅啦，车啦，唔系周上喺呢度，好似系。好，我哋翻嚟买车。我哋再翻嚟多一次。俾掌声多谢我哋车长哥哥。我跟住佢耶噶咋。 架车啊，收工咁啊，翻去咯，一翻去一入去咧，佢就会个天花就收钱啦，第一时间。有钱，吸吸吸。啊！一站系九巴车厂。啊！就系九巴车厂啊！有呢个站。系啦，个站喺入边嚟噶。有巴车停车场。耶！ 有嚟一次啊！林你有叫望，冇得啦，一路走唔出，你又近嘅。
但係我好唔想我。而家有焗油房咧，又幾個鐘頭自己入去搞掂啦，架車。好多車胎啊！好啊，留意下咪左手邊。車胎維修中心嚟嘅呢度係。一架巴士嘅車胎行幾耐知唔知？半年咯。嚇、啊！半年多啲。七個月。七個月要維修，維修後可以又行多七個月。嚇、啊！十四個月後咧就可以。就冇用啦，又換咗去，咁就將佢咧交咗俾嗰啲回收公司，攞嚟做嗰啲左手邊啦，就係廣告。廣告啊！廣告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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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告現在的廣告和那時候不同，那時候噴油很浪費時間，但現在有個 PVC 膠布黏的，所以呢就快很多。整架車你估計用多久？做多久？即是小 EV 那麼大架？個半鐘？兩個鐘頭？三個半鐘？有沒有見到姜圖生日快樂？姜條生日快樂不是九巴啦，哎呀，佢只銅鑼灣嗰啲啊，哎呀，好可惜。右手邊有個車架咧，又做廣告嘅。哦，啊，兩座。係咯。嗱，呢啲都係係啊，係巴士貼片衫就係咁。呢度。唔係，嗰啲人吸咗。係巴士兩個巴士啫嘛。林框圍住佢啊。看到那個督察車在那裡，還有那些架，督察車在那裡，電單車，督察電單車在前面，是喔，阿初啊，有人病踩單車，以前那個踩單車以前俾人踩單車，以前仲好多嘢唔俾啊！而家以前踩單車㗎，唔俾㗎以前，係嘛？唔知喎。你見唔見？咁大嘅，呢個係都咁遠。呢啲係咪司機㗎？嚇？呢啲緊啦，係啊係啊，下邊嗰個控制啊嘛。即係會見到油會。係啊係啊。好啊，前少少我哋睇下古董車。好。古董車。哇！呢個咧，地鐵都未見過㗎。我哋都未出世。古董㗎。我未見過，未見過。咩啊？呢架我都未出世啊！呢架咧，雙層呢架。哇！我都未見過。等你上去有嗰陣時俾人上嘅，拉尾後期就唔俾。而家每一間車組有呢啲古董車啊，即係有啲古董車啊。好似早前係呢度直望過去電閘嗰度。成架車啊，係嘛個底盤？邊個啊？未裝嗰個坐嗰個位上去㗎呢個。你睇唔到架車原身係咁嘅，嚇就係咁嘅啫，係啊。嚇？哦，哇！個車咁大嘅，啊，喺司機位咁咯。都煩啩。
呢個係個個巴士拎走咗個蓋啊，然後啊呢個底底。哦，依家嗰啲你嗰啲誒維生好熱噶咧，好熱噶。哇！咁好太陽啊！瞓咗。哇！太陽曬，太陽曬。呢度睇下啲太陽能，太陽能啊！睇下啲巴士有冇？嗱，呢架太陽能巴士嚟噶。嚇，呢架太陽能巴士。呢啲太陽能巴士站，可以慳翻啲電啊，因為發嚇。入邊嘅話，好似單邊。好似旅遊咁嘅。係啊，係旅遊啊。啊，你跌到啦！我遲少睇下啲太陽能嘅蓋嗰啲嘢。呢度右手邊。右手邊留意。是啊这个上面看到这个就是那个叉子器这个就是叉子巴士电动巴士这个是啊这个是啊这样走的他在做突然間要落雨啊！咧佢滿出嚟啦，俾叉嗰條佢喺座椅嘅，得佢停喺度叉。係啊係啊，即係賴我諗呢度停幾架咯可以。嗱，你正話問我綠色巴士嗰個，嗱呢綠色就係陽光巴士。嗱呢架車會喺下半年咧會行走嘅。佢叉電。係啊，叉電兩個半鐘就可以行。280公里，咁就可以即係可以一架巴士，一條線可以行一日噶啦，啊，即係。咁啊，呢度唔使嘅。嚇？咁啊，呢度本係啊呢個。系車長訓練下嚟喺度。你打飛啊？有係咯，又要有上機，有啲狗。今日都冇乜巴士車長喺度訓練。點解有依個嘅？我話俾你知，我都係到啦嘛。我都要係報站嘅嘢。好啦，咁咪睇曬啦，今日呢度。有咩唔明啊？要問我先，而家。陣間落翻去一三樓，我哋搭翻一層電梯落去。